赤脚的叙利亚难民儿童向观光客乞讨食物，打架只为了争食一颗糖果。妈妈，妈妈，好吧，十万块钱不行。身无分文的难民家庭就在湿冷的路面上席地而睡，餐风露宿，只因为战火无情。自2011年3月爆发内战，至今已有14万人死于战火，境内境外超过1000万的难民无家可归，全球许多人道团体纷纷伸出援手。在约旦和土耳其的慈济人，志工人数虽仅有13位，也竭尽所能供应物资，更怀抱菩萨远苦众生的慈悲，走入难民营，抚慰苦难的心。菩萨所言，远苦众生，苦难的众生啊，不管是天灾或者是人祸，只要是众生有苦，菩萨呢，甲众生的因缘缘起啦，就开始投入吼天下的，不管有啥物代志，人人都应该有责任啊。佛陀就是安尼甲咱讲，这世间的形态是众生的共业，这个业共业发生的时，要安怎呢？菩萨，菩萨政府国度。马上呢，菩萨所言，缘苦众生。逃离家园的叙利亚难民除了流浪街头，大多数被安置在难民营中。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张福昌教授解说难民的分布状况。像联合国难民署登记的叙利亚难民，我们又可以把它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所谓的境内难民，另外一类是境外难民，离开家乡逃到国外去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叙利亚旁边的北边的土耳其啦，它已经成为最大的叙利亚难民的收容国，有达到116万多人。那第二个是在西边的这个黎巴嫩，大概有114万，仅次于土耳其。那第三位是在南部的这个约旦，那目前大概有62万多的一个叙利亚难民。其次呢，在右边的伊拉克也收容了22万多人。整夜不停的雪，帐篷不堪负荷而垮下，唯一的容身之处湿冷难以御寒，不少人因此冻死，难民的苦无语问苍天。老百姓何苦啊，都是因为呢人心不调，只要是少数人心啊一起动啊，很多无名的心态
爱也启动，闻声起舞呢，就让整个社会动荡起来，就会大的会惹成那国家的国难啊，那样的战争啊，那样人民啊，就造成了这种难民潮，真苦难哦。逃往约旦的叙利亚难民，大多数是一过边界就被军队带到所谓的官办难民营，如收容了150,000人的扎塔里，它是世界第二大难民营，仅次于肯亚的达达阿布。2013年，大爱台节目部同仁孙佩芬获得约旦政府的特许，实地走访。2013年年底，那那时候呢，里面就刚好我们遇到的就是百年大雪过后，那那个地方是没有下很大的雪，可是雨跟那个很冷的那个水啊，就在帐篷旁边蔓延，这样子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是很困苦的。احنا أربعة واحد خمسة. They are five. Five enough. هذا مدفن. They are five persons. How many? هذا مدفن. Just this. معطوني. كم واحد؟ كم واحد؟ ثلاثة. هذا ثلاثة. ثلاثة. Only three blankets. And the three blankets it's not enough for five. يعني خمسة فقط. إحنا نايمين.叙利亚难民的结构里面有很多比例是妇女跟儿童，而妇女跟儿童是最弱的一个群体，那没有三餐，三餐吃不饱，儿童马上营养不良，会面临生存上的一个问题。官办难民营里有水电等基本设施，但分配不均，加上没有进出的自由，也无法找工作谋生。为了在管理上比较能够便于管理，所以呢，像这些管理的人员就会限制他们的出入，原则上他们是不可以随意进出的。那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到自己的家。يا حبيبي يا محمد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عودة إلى حياة طبيعية فيها أطفال فيها زوجة فيها أمارس حياة طبيعية لا أمارس حياة البعد عن الأهل والمشقة فقط يو 怎么样才能消灭啊这一场的人祸，这实在是谈起人祸啊，比天灾更可怕。因为人的欲念啊、烦恼啊，那种种呢，昏天暗地的，所以啊，就有这样的兵灾，哦，那就是战争啊，这个灾难啊，这种的。刀兵灾厄，这都是呢佛陀所说的啊，都是启智人心。假如呢，把这一念心转成了是善，那就是天下之福啦。我们每一个人，就如西米山下的小蚂蚁，也可以呢，这种人人的心转成了善念。那不就是呢天下平安吗？过就过位啊，生活在大自然的生态里不就是平安吗？有福的人去关怀穷困的人，有力的人去帮助呢力量微弱的人，让这样很自然的不都是呢一个天下之福吗？啊，能这样不知多好啊！
هسه بالشتوية يعني صعب المعيش، الواحد يبدل قنيط غاز كل يومين، كل فتيه اسبوع قنيط غاز. الله يجزيكم الخير وكثر خيركم، شكرا لكم. 约旦南萨的难民营里，慈济志工每个月都会来关怀。照片中的陈秋华是慈济约旦分会负责人，14年来，他克服种族宗教的隔阂，在约旦推动环保，关怀贫苦。虽然目前仅有10位志工，能照顾到的难民，对境内62万的难民总数来说，只是凤毛麟角。约旦慈济志工仍然没有停下慈善的脚步。难民潮不断的涌进呐、啊，他们呢开始呢大批哈、哦、的难民营呐、啊，慈济人也这样的投入照顾哦。那还有在近2-3年来呀、啊。叙利亚的难民更是血淋淋的逃难哦，他们呢还是在当地呢很用心的风雨无阻啊。好、哦、看到了，那是沙漠，他们呢14年来啊，他们就说没有一次事业没有一处失有啦，他们要离开都会跟他们说我什么时候会再来，不管是下大雨刮大风，那种风沙呢不断的这样寄望看头前，还是呢路很难分别，他们呢还是会到，这都是14年我来了，一直呢都没有停歇，没有这个落实掉的哈，实在是很令人感动。我们要去沙哈那个蔬菜批发大市场边的一个刚成立的一个难民营，因为现在天气很冷，他们老师说他们都没办法上课，所以我们要去提供我们的瓦斯炉、瓦斯桶，做第一个教育的这个捐赠。约旦前几天开始下大雪啊，就是心里一直惦念的这个难民，在帐篷区呢会非常的冷，所以呢今天能过来这边接，把这个两个炉子捐出去呢，其实就是把一个心呢放下来，因为我们上人开示就是说菩萨所言言苦众生嘛，嗯。之后还是要做很多吧，为这些小朋友。对，我们会继续的一直陪伴，然后就是每个月呢，我们会提供8桶的瓦斯。那第一旦呐，那成吉思因赶紧呐，在迄个风雪中真寒的时，赶紧在迄个所在修好，去接这个难民渡到位的时，要安怎会安住身心？安因的心吗？啊，有的说人呢，也阁无地住啊，啊，有的有地住的呢，身体有伤啊，心理的伤阁较大。总共一句呢。心心嘛，都是伤痕累累呀、啊，甚至这家破人亡。在这么一个寒、风霜雪打的这个环境中，做一个多难的难民，你想，是不是需要真有爱心去给抚慰伊？敢是爱真正爱有人，不过咱下蛋啊，住这人较少啦。
啊，不过伊嘛做甲真温馨哦，人无真多，却也是做到呢，真正安住民心。安尼呢，一直陪伴到伫现在，佫继续。希望咱道心爱坚定啦，吼！而且呢，这个社会呢，佛陀讲是五种恶世啊。啊，咱呢发心要做菩萨，那就是菩萨所言言苦众生。咱呢爱勇敢立人群中去帮助人。咱必定呢，组织人爱和和互协，咱呢合心和气和爱协力，安尼的力量合我来呢，才有法度立人群去帮助人啊。Shukran， 除了不定时发放物资、慰问金，陈秋华也注意到难民的医疗问题。2014年2月，22位台湾慈济仁医会团队来到萨哈巴难民营进行2天的牙医义诊。你好，感恩哦，感恩哦，感恩感恩感恩。他们都非常需要这个牙医的义诊，在这个难民区呢，因为这里成立了5个多月，所以呢也是说首次有外来的慈善团体以医疗。对，我跟他打麻药。对于行动不便的难民，陈秋华安排车辆接送，还开放自家客厅作为义诊空间。هاي ثاني شهر ذاك الشهر أخذنا كوبونات وهلا كمان هذا الشهر الثاني سو على العول السنين وعطونا كمان. 因为仓皇逃难，很多人来不及带保暖的衣物。2012年入冬之前，陈秋华向台湾本部请求支援，很快募集了18万件的二手冬衣。送给他们的时候也是一种尊重嘛，对不对？要整理好干净的，让他们接的也会欢心，得到满满的爱。这份感恩尊重在发放之前，由陈秋华对难民解说，当地伊斯兰慈善组织深表认同。صراحة أن تنتبه أن هذه الخطوة الجديدة من نوعها أنها قادرين على تخزينها واستخدامها بدون أي تلف. نبدي استعدادنا بالتعاون معكم مستقبلا في أي مجال لمساعدة إخواننا. الله يبارك لنا الجميع بالمحبة والأمان. 2013年3月圆满了冬衣发放后，陈秋华回到台湾，向他最坚实的后盾道感恩。当时打开箱子的时候，纪委很感动，我掉泪，我感恩上帝，感恩师兄姐，你们那么用心，每一件衣服折得好好，品质那么好。曾受聘为约旦王室侍卫长，陈秋华铁汉般的外表下，却有一颗柔软慈悲的心。因为多年来他在关怀难民的行动中，看见每一个人都有着斑斑血泪的故事。我们到那边有47个小朋友被射杀的地方，就看得到，就是说他们几乎没有权力去讲说他们要怎么来维护他人权，他们会主动来跟我们要，我们可不可以有玩具？所以有时候他们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当然，他们的父母也讲到，我们这样逃出来，甚至断手断脚被打伤。
كنا بمظاهرة قاعدين بنطلع، رجعنا من عزة، عزة شهيد عم نودي تشييع جنازة، وإحنا راجعين صار قوسوا علينا بدرعة درعة، دفننا الشهيد وإحنا راجعين في شبه هناك، وصار عن الحدود، وصرت على الحدود جيت على الأردن، الأردن أخذوني هالجانب فورا، حطوني بسيارة وأخذوني على المشفى، أسعفوني على المشفى هناك، رتبوا لي سيخ بالمشفى، مشفى الملك عبد الله، رتبوا لي سيخ ومشيت أموري وظلت الحمد لله عملت معالجة فيزيائية ورجعت أشتغل.真多真多呢，凄惨的故事啦，真正是讲不完啦。这的人呢，伊过去伫伊的国家，哪会当平平安安啦、啊？社会祥和，安居乐业，这拢总是幸福的人生。那就是因为呢，国土不安。少数人的心态，那造成了呢，全国几百万人啊，家园破坏啦，那人人民呢，都是安尼穷酸，或者是呢，天人应格，迄种苦不堪嘛。所以在三界之内，那实在是无安，无永远平安呐、啊。不管是色界无色界，那是无平安呐、啊。何况在欲界呢？这种无常苦空的代志真多哦。那这三界的内底是安怎这呢？这多的苦难，就是有一群无知的人，亲像囡仔同款无知啦，安尼伫咧玩火啊、生火啦，一无小心呢，就变成了三界如火体啊，欲界、色界呢，苦不堪啊。这呢，唯有就是出世体法，出世的道理啦，出世的真理，才是真正呢，咱累世的菩提，生生世世啦，咱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咱会当为人间抚平了人心。会无明烦恼，会当度众生啊，人人会当了解道理，安尼呢，才会当使这个三界啊平安，这件大体啦，才会当呢真安全啊，天地之间会平安，世代调和。国泰民安啊，这才是真正人间的净土。Some of us were cooking, some of us were cleaning, the other one was looking after the people, the other was fixing the teeth. Everything with smiley faces. This is the love, this is the real love that Master Chen Yang gave the members to transfer to the whole people. 这一位慈利呢，他是从耶诞来，可是他就是现身说话，来跟我说，他在耶诞难民区啊的凄凉悲惨的故事呢，说不完。本来有一天呢、啊，他要在关渡呢，他跟我说要分享八个故事，但是呢，时间实在是不够用了、啊。那一天呢、啊，就让他讲一个。All the members of her family were killed, except she. She was pregnant. She came to the Lebanon side, and she was full of
pieces of bullets. She, all her body was bleeding. So when she crossed the borders, she fell down and she was dead. The UNICEF doctors who are staying on the borders, they have hospital for such injuries, saw that she is pregnant. The baby was swollen because of bleeding. 被救活的男婴在依法公告后，并没有亲人来认养，于是慈利的女儿女婿收养了男婴，也因此成为他的外孙。So we did not care for what they are talking because we are educated family and we are go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this baby. We don't look at the background if he is coming from this side or from that religion or whatever. He is a human being.难民呀，来来回回呀，去得了关怀帮助。虽然呐，信仰是无同，确实呢，所得到迄份呢情啊，感觉真受尊重啊。人生这种爱的力量是遐尼正清净。迄、那个清净无染啊，因感觉到啊，这种爱嘛会当付出的，互人感觉到清净无染，那就是至诚的爱。那智慧因嘛讲啊，哈，在迄个难民营里啊，也有。一群教友去教一寡囡仔呢，读圣经，也讲故事啊，啊，甲遮个囡仔讲，要安怎样，解除人生的羞愤，啊，讲一寡故事，迄个爱的故事啊，啊，讲予囡仔听，佮另外有一群。在难民难民营的内底，一群啊，嘛是伫咧讲故事给囡仔听。在难民群的内底所讲的呢，就是安怎报仇？报仇的方法安怎报？安尼个听，所以讲宗教。本来就是真平和，尤其是伫真平和的环境中啊，来看苦难人，会晓甲劝劝你呢，就是安尼爱建立爱心。但是呢，伊家己自身受苦难、受压迫过的人，伊的心啊，就是无法度。就是爱啦，宽容呢，伊嘛听袂得，所以伊就是一直呢释放出了迄个怨、甲仇、甲恨，这就是众生啊所受的苦难，不断不断呢安尼复制落去。但是无受着苦难的人呢？是不是无法度去体会到，所以就是提不出伊的爱，嘛有安尼啊。所以讲人生啊，心态只是干那的一念间。我给你解释一下，亚德没电吗？有发的，发的，亚德没电，阿拉阿拉。镜头来到土耳其，
拍摄者是在伊斯坦堡经商的于自成，也是当地三位的慈济志工之一，还承担了人文真善美的勤务。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难民朋友，哦，惜家带眷的，哦，身上就只有背着一纸家当。那当然，在访问过程中，我感觉到这一位所谓的男主人，哦，他应该年纪应该是蛮大的，哦，比如说至少也有五十几吧。卡恰西纳斯，有没有 circus？ 卡乔军吧。啊，对，对。在商店的遮雨棚下度过一晚，第二天艾哈迈德收拾起家当继续流浪。伊斯坦堡，土耳其第一大城，是2014年全球旅游人次成长第一名的城市，因为观光客多，即便是乞讨也比生活在难民营有希望。虽然距离家园的边界有2000公里远，许多叙利亚难民仍趋之若鹜。اعمل في مجال الاتصالات في سوريا وهنا اعمل خياط لي هنا شهران ونصف 打黑工是许多难民青年的选择。十多岁的少年艾哈迈德因为父亲受伤不能再做裁缝工，家中的经济重担落到了他的身上。هلا هاي رفيقته اخته اللي حده اخته الصغيره اسمها همزه في عنا ابن عمه diyor ki ben sen küçük yaşındasın açamazsın ve okutmazsın. Unto bet salino şu an kalla. 新开设的叙利亚学校，每月学费150里拉。虽然他懂阿拉伯文，靠着教授《古兰经》赚取每月400里拉。折合台币约6000元，但家中10口人要吃饭，少年的上学梦依旧遥不可及。Ben okumayı oradan çok sevdim yani odanı. 5. sınıf bizi çıkarttılar. 6. sınıf başladıken. Hayzı'da 教育因战火而中断，流亡在外的叙利亚教授主麻为此现象担忧不已。عندنا ألم، عندنا وجع، عندنا جرح في الداخل ينزف، هو جرح تشرد الأولاد، ضياع الأولاد، إذا ضاع الأولاد، وأولادهم سيأتون جهلاء، وإلى 100 يمكن السنين يبقى الجهل مستمر، فتبقى سوريا خريبة، تبقى سوريا خاوية على عروشها. 热心的主麻教授积极地想帮助同胞，却缺乏财力和物力。经由当地台湾学生的推介，联络上了慈济土耳其联络点负责人胡光中，并协助招募志工、家访，了解难民需要的援助。مو صحي هون المنزل اللي أنا سكنته مو صحي للبنتي للصغيرة هيك هالأشهر هالصراصير حشرات 这位年轻的妈妈法蒂玛好不容易逃出来，却被先生遗弃，独立抚养4个孩子。يعني زوجك يعني ترك الأربع صبيان وثم ذهبوا. في صار طلاق الثالث.يعني ما بقى رجع يعني بقى رجع. سألوا لي شيخ إذا طلعوا يعني بلكي ينكتب لي كتاب ما بقى فيه يعني خلص شكرا
然后这一个是两岁而已，那现在那三个呢，都去做童工了，卖的也是到了哈林。 今天呢，主要是讲这个有教育的部分啊，那教育呢？深切体会难民的苦。2014年9月，胡光中回到台湾，向上人请益援助的构想。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对他们尊重重点的关怀。 有助学，还有这个慈善的发放，啊，那这个都这一次回来能够跟上人报告，那希望上人能够给我们祝福的地方。夫妻是来跟我说，冬天快到了，怕的呢，我们的这样的毛毯呢会太薄，那我就说那就是特制吧，为他们呢。 特别的定制，厚，比较厚的、保暖的，所以呢，已经把他们的毯子呢，啊，差不多1公分高哦。那今天他那只大呢，这都是呢，我们这个特制的，他们的那几个过程哈，就连 logo 还有字哈，都是就是在。 在这边吃的哈，在那编织的过程呢，都安尼织起哩哈，啊，这都是呢很温暖的。尽管寒冬呐，也许一家庭两条三条的毯子啊，也许挡不住他们的这个零下的寒冷，可是呢。 给的倒是非常诚恳的付出无所求，还是呢用尊重的心啊，所以在土耳其呢开始起雾了哈。他最近呢这样的发放等等呢，他们呢有一位教授，他信仰的是伊斯兰教，那他说啊。 他说：“过去呢，他以为佛教是迷信的，所以他排斥。现在看到了瓷器呢，啊，跟瓷器人接触了以后，他们了解，那我们的教义跟他们的教义呢，原来就是那样的爱，无私的大爱。” 总而言之呢，人生天地之间呐、啊，和平相处呢，那小家庭呐、啊，那人呢才能平安无事哈、哦。不只是给他的物资，还会呢给他心灵的财富哈、哦。这都是呢在那里慢慢起。 مثل الذين ينفقون أموالهم في سبيل حيوان بعيد فقط للطيارة يحتاج أكثر من 10 ساعات بس تايوان قريب أيضا لأن هم يجعل نحن مع بعض قلوبنا مع بعض 当地的慈济人，他发挥这一份的关怀呀。 看的也是很感恩，好在当地呢有那一颗种子，这一颗种子呢铁汉柔肠啊，很慈悲。虽然他是回教徒，可是呢他所置在慈济的置业里，他就是在。 发放等等，都是呢丝毫的不马虎，用慈济的人文呐、啊，都是要去勘察、了解呢需要中的最需要的人，要不然的话，我们哪有那么多的量？2014年10月和11月。
分别在土耳其四地进行发放。志工借由三种语言朗读上人的慰问信，让难民了解这份来自台湾的爱心。希望在严冬来临之际，在这最艰难的时刻，能给各位保暖的贴心感受，人间互助互爱的温情。Bu zor dönemde herkesin kalbini ısıtabilmek için hazırlanmıştır. Ve fok ardın neyse usulat ve ailek anne vahede.ونحن على في شهر التشرين ثاني وعلى أبواب فصل الشتاء. شكراً شكراً شكراً. أكيد شعورنا فرح وسرور. أكيد إن هناك ناس يفكرون فينا يعني. أكيد لا نعيش المشكلة وحدنا. هناك أصدقاء في تايوان يعني هذا.يبعث البهجة والسرور فينا أن هناك أشخاص آخرين يفكرون بالمأساة السورية وما يعيشه السوريون من مصائب وما يعني هاي رسالة أكثر ما هي معونة أن هناك أناس تفكر فيكم أنتم وتشعر بالإحساس الذي تشعرون به في سوريا شكرا大爱不分宗教种族胡光中知道读书楼也有毛毯的需要，也赶快为孩子准备。还没有这个毛毯的时候，啊，那他们就是睡在这个纸板上面。其实他们因为没有床垫，床垫很贵啊，那就是这个直接在铁架上面，那这个上面，然后就直接那盖的这个很夏天的这个被子，那现在这一个来了以后，他们觉得很舒服，很暖，而且也很高兴。由流亡的叙利亚知识分子创办的读书楼，提供贫困有资质的学生免费就读，并提供食宿。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可以继续升学到土耳其或阿拉伯世界的大学。虽有善心人资助，仍经营得很辛苦，这让志工兴起了助学的构想。有一个小女儿，就只有她需要读书。我那个楼不那个什么说哪里哪门的没得事，我努力读，印象了非常艰难，我那个那是娃，努力读，比如说，安特打门非那哈，我那个梦肯非累，哦，有么事不有么事。لا لا درس ها كويس هذا استاذ لماذا طب الدراسة كويس انا احب المدرسة واحب المدرسة وانا اسمي سارة حمزة لماذا اريد لا ادرس لماذا وجوهرية هذه الرسالة نؤمن بها ايمانكامل إن شاء الله أنها ستتحقق واقعاً وحقيقةً. 这是上人的慰问信，啊。وأنا أخاطب. 从这里面我看出他的信仰，从这里面我看出他的真诚，啊，我们相信他。أن تنظر إلى أولادنا نظرة الأم الحنون، وأن ترعاهم إن شاء الله رعاية الأب والأم الذي يقدم العلم لهذا الجيل إن شاء الله الذي سيحمل.العلم واسم تايوان معا في المستقبل. 我们的小孩，希望把他当做你自己的小孩。我们的小孩，能够在你们的照顾之下，能够有正常的成长。而这个成长呢，将来在他们心里面都会刻上台湾自己的两个字。وكل الشكر لكم جميعا وجزاكم الله خيرا. 谢谢你。不论在约旦或是土耳其，慈济志工用超越宗教及国界藩篱的大爱，持续地陪伴难民。只要战争没有止息，人间菩萨的脚步也不会停歇。各位菩萨们，我们在这样的平安的天地之间，我们能不知福吗？
我们能这样的忍心不付出吗？所以我们现在的人人要觉醒的时候，付出物资总是再多也是有限，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的觉醒启发出来，要把自己呢安定的国度啊，安定的社会，让它呢更祥和，要让人人的心啊能净化，启发爱心啊，希望呢这样的共造福，不要让自己所安住的地方啊又成啊人心不调，成为呢这种的人祸的动荡啊。所以呢现在最重要的是菩萨在人间，哪里有苦难我们要及时付出，哪里都是平安处我们更要耕耘心地，让人人一亩亩的这一念心啊能发挥了慧命的资粮，自我净化，同时呢还要把这样的一粒粒的如来种子啊撒播在天下之间，但愿呢世界能平安无灾难啊。这都是呢用心啊爱的关怀。